我个人觉得是降一码啦，哈。当然市场上面来讲，越来越多的声浪，好认为会降两码，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它要降两码的一个理由。第一个，零售销售数字好不好？没有很差啊。对啊，然后 CPI 的一个数字上面来讲也 OK 啊。那你为什么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降两码的一个理由哈？那除非说大家说啊，因为降两码就代表美国的经济上面来讲真的不好啊？是啊，这难道是现在知道的吗？而且你这个数字，昨天美国股市开盘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数字？63%就63%的人是压会降两码。那美国股市昨天怎么样？小涨小跌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部分，我觉得已经历经了压力测试，除非降三码。哦，不然的话，大家对于一码两码，我觉得大家都是在预期之中啦，只是说两码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美国的一些的经济的问题，但是不一定会像上次那样的大跌，跌有可能，但是不一定会像上次那样的大跌。好，所以这几天不管是美国股市或台北股市，其实已经慢慢在做这个降两码的压力测试。没错，因为昨天你看美国股市也没有因为说啊63%的人认为会降两码啊，美国股市有很大的波动，反而都小涨小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历经了上一次的压力测试，现在大家对于它是非常的习惯。我说除非三码嘛，不然的话，我们说金融市场就是这样，你知道的东西就不会反应太大，你不知道的预测之外的反应的那个速度跟所谓的一个波动度才会比较大。